当朝太子朱常洛一生爱着上官兰心。兰心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心中你是多么的重要。我这辈子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无奈置身于嫔妃间的勾心斗角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兰心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当上太子妃，这样我们姐妹在这个后宫才有立足之地。为争凤冠，不择手段，排除异己。你记住，你最好不要露出破绽，否则我一定置你于死地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雪儿，你就放手去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就是个废物，废物，废物！讲述皇室背后的腥风血雨，纠结婉转的爱恨情仇。4月3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龙华戏剧台，《大明嫔妃之长门怨》。立即搜寻4季线上。